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难懂哎，这个哭声似猫叫，猫叫声本来就像小孩哭声，小孩哭声本来就像猫叫声，好，这是有一点。那我上次有跟你们说过嘛，这好像是大人的样子，有人会大人。我之前查好像叫 Cradle Cat 还是什么，它其实是那个 Cry of Cat， 啊，是 Cry of Cat 的意思啊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，就叫猫叫叫啊，所以这就是这个遗传疾病啊，它应该是突变来的。